前面是我女儿唱的哈，因为她是我妈妈最爱唱给我听的摇篮曲，可是因为她今天她不能来，因为快考试了，就不带她上。那摇篮曲是妈妈每天晚上23年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件事情，她就是要唱摇篮曲给我听这样。那在我23岁那一年，我妈妈走了，我就一直想要为她做一点什么，就那个时候就改变了这首歌，然后把童谣加进去。谢谢老板。Thank you.
谢他的爱，谢谢他们的教育，我会一直一直放在我的心里，一直到永远。孩子睡吧睡吧，虽然在你的脸上有脏脏的东西，可是我相信主你不会因为这样而不看顾你。所以我就特别把他的声音加进来，掌声鼓励吗，老板？你真是一位老板。